请啊，老乡。二楼右转，再左转。好，这边就是。OK。哇，看这边，哦天哪！哇，如殿堂般的旁边。你看这个电视，它又大又方；看这个电脑，它又小又方。太棒了，这是我的床。这是我的床。其他就没想好。啊哈哈哈！不小心出来，妈呀！啊，不是我要。下一秒我在台北开演播，下一秒你在上海的摩的多，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我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怎么我想了太多太多关于。哎，我没穿衣服，这样，我才没穿，没打开，全是吃牛排的。可以，可以，不能换个地方吃牛排，要不然我们明天去吃重庆火锅吧。OK， 现在我们出来了，准备有。哇，其实大部分店面还是关了，是吧？哦，前面好热闹一些。对，去前面吧。我们要跑到前面去了。山下游过来，然后它里面的空气压强就比较大，所以它会胀起来。哇，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，上一秒我在火炉落大雨，下一秒你在曼谷天气晴，你看着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有点氧气袋，你怎么一直在笑，哥哥？